哎呀，来来来来，哎呦，这个老天，去年一个腊月不下雪，今年一个伏天不刮风，这样是要收人了。听说这些日子啊，外边已经热死好多人了。顺天府都开始掏银子熬凉茶散发呢。也就是咱们万岁爷神仙的体，大冷的天门窗都开着，热死人的天门窗都关着。哎，老祖宗也是半仙的体，也只有他老人家能陪万岁爷熬着。 有嚼什么舌头了？老祖宗，奴婢们将酒找来了。老祖宗，这些酒有好几十斤呢，让孙子们搬进去吧。一坛就够了，用不了这么多。是。 是茅台，60年的茅台，刚从九簇面局的地窖里找出来的。鬼，你还记得？比我岁数还大呢。也只有这种陈酿。 奴才，跟哪儿弄来这房子？奴婢哪儿懂得什么房子？这么管用？这还是李时珍在宫里当差的时候说的。楚王推荐来的那个李时珍，主子好记性。这个人看病还行，可惜不悟道，还得修一辈子。 倒不是谁都能悟出来的，主子修了多少辈子，旁人怎么能比得了呢？干嘛又都倒回去？底下的人都信。 说万岁爷神仙之体，沾了仙气的东西，都盼着能得到呢。且这是60年的茅台，倒了也怪可惜的。赏人吧。这是诓你呢。修道修的是自身，哪有朕沾过的东西就都有仙气了？不要上他们的当。 再说这酒拿出去让人喝了也会生病，要赏人宫里也不缺东西。主子圣命，奴婢待会儿就叫他们将这坛酒拿去倒了。怎么回事？ 你躲着朕擦眼泪？听主子叫奴婢，不要将这酒给下人喝。足见主子一片菩萨心肠。看我大明朝
那么多臣民百姓都得靠主的一个人护着，奴婢心里难过。又哪儿发灾了？北边有些天旱，还说不上是什么大灾。奴婢在意的也不是这个，是怕主子一片仁慈之心，到了下面被那些坏了心肝的人糟蹋了。啊，还有，听到了什么？ 叫严嵩来，叫严嵩来！是。凤大伯，小主子哭着找你呢。看你们干什么吃的！主子，阿弥陀佛。大伯回来了。这么热的天，从下午哭到现在了。哎，主子，奴婢这一身汗。谁不是汗？先哄着了。 大伯回来了啊！哦，世子，大伯回来了哦！好好好，到前面去，叫他们从地窖再取两块冰来。是。王爷的话，奴婢已经转告给吕公公了。 吕公公也叫奴婢转告王爷，浙江的事儿，他心里有数。就这么几句。哦，奴婢还没说完呢。吕公公说了，这大明的江山是咱朱家的，王爷爱臣民的心，他理会的。打今儿晚上。 吕公公会找个节骨眼儿，跟万岁爷说的。给。哎，这可要折杀奴婢了。主子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拿着吧。接了。擦把汗。世子哦。奴婢真会折寿的。 今年一个腊月没下雪，今年入府以来也连着十几天不刮风了。朕让你去问擎天监，擎天监怎么说？回皇上，臣没有去问。为什么？天象。 非臣子可以妄议，皇上是天子，事关天象，只有皇上可以召擎天监亲自问。照你的意思，去年不下雪，今年不刮风，都是朕的原因。上述有云。 三年逢三年欠，六年一小灾，十二年一大灾。天象在尧舜时就是这样，在丰年存粮备荒，在荒年赈济灾民，这是臣等的责任。
阁老，皇上也没有叫你跪，毕竟八十的人了。您起来回话吧。阁老，皇上赐你坐呢。臣谢皇上。你刚才说，丰年被荒，荒年赈灾。浙江被淹了的那两个县，情形如何？正在按照以改兼赈的方略，一边赈济灾民，一边实行改稻为桑的国策。你回去问问严世蕃，浙江的事情到底进展如何？回头再来回朕的话。是。严嵩老了，底下的事儿他管不了了。有些事也真难为他。看他明天怎么回话吧。严世蕃如果不孝，便也中不到哪儿去。打着制造局的牌子去买灾民的田，如果真是严世蕃的主意，明天严嵩自己会请罪。奴婢想也是，严嵩一请罪，便明发邸报，通告各省。还有你管的那些奴婢，也不如从前小事了。你刚才说杨金水会在那里想办法取下制造局的灯笼，灯笼取下了，可宫里的名声败出去，怎么挽回？这就去告诉那个奴婢，他要坏了朕的名声，就把他自己的脑袋挂到粮船上去。奴婢立刻就派人去告诉他。派锦衣卫去，穿上便服，替朕在浙江看着。是。看样子，这次得抓几个人了。来了，唐尊，终于来了。什么来了？粮船呢？江南制造局买田的粮船。哪儿来的粮船？制造局的粮船呢？你看清楚了？每条船的桅杆上都挂着制造局的灯笼，他们的人已经在县衙等着了。你先去接待，去问清楚了，到底是不是制造局的粮船？啊，卑职已经问过了，铁定是制造局的。
好，打着制造局的牌子。好，哎，唐尊说的是啊，宫里来买田了，他们怎么干，我们都可以卸担子了。卑职说的不对。你说的对。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的粮船在码头上先等着，我会去见他们。好嘞。那卑职出面跟大户借的那些粮，是不是明天就能还？那些大户在催还了？那倒没有，那倒没有。哎呀，小的去证实了，聂司衙门抓的那个倭寇和通倭人犯确实没被处决，现在关在大牢里。新来那个海知县说要等着总督衙门、巡抚衙门和聂司衙门重新审案。守在牢里？小的没见着海知县，听田县城转告的，只说海知县会来见老爷。赈灾的粮今天就该没了，他们也不急。听说又向县里大户借了3天的赈灾粮。我真想会会这个海知县。小的这就去催他。不用催，催了他也来不了。你带几个人再去城里，到县衙看着，有什么事情立刻来禀告我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更衣。是是。怎么只有两盏小灯？和昨天一样，每个牢房门口都换上大灯。唐尊，牢房里的油都是定量的，昨晚点的那几盏大灯，油还是小的们从家里拿来的。从家里拿的。现在是几月？是六月。哦，六月。就算牢里的灯油有定量，难道说一年的灯油都用完了？唐尊有所不知，灯油都是每天定量去领。对对对。到哪里去领？到牢头那里领。对了，牢头去哪里了？回唐尊，都2天2夜了，他也累了，说是回去歇一觉。把牢头叫来。是。田县城王牢头，签吧。哦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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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海知县已经派人通知了织造局的船，命属下去见他们。哦，这织造局的人还在等着我呢，我得立刻就去。喂，我回去回去。杀人灭口的事儿都告诉你了，你就想这样走出这条门槛？我说二位将爷啊，卑职上有老下有小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他们，我也不敢把这事情说出去啊。再说这动刀动枪的事情，卑职手上无力也干不了啊，何况卑职……啰嗦！现在这张字据上把名字给我签了。徐大人，卑职只是一个八品，你说这么大的事情，有我不多，没我不少，您老就抬抬手。你签不签？看什么看？
你们俩一块儿去。二位爷，我不识字儿啊，每天在衙门里领钱领物，谁帮你签的字？不肯签也行，那我们只有先在这里把你们两个给送了。别！我签，我签，我签还不行吗？该你了，起来。没空地方了。小的早就说过了，我不太识字儿。签在上面。这签字哪有签上面的？写。田先生，交代你的差事都办了吗？唐尊呐，织造局来人催了，请您老立刻到码头上去。织造局的人在哪里？在码头边上，船上。你不是说有人来催了吗？催我的人在哪里？在县衙等着呢。他们既是来催我的，你为什么不带他们来见我？唐尊呐，卑职也不知道啊，您老就莫问了。前天我就说了，进这个大牢的只能是县衙的差役和牢卒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出去。叫徐千户来。哎呀，你们就出去吧。把门关上。哎，海知县没出来，你们出来干什么？姓海的说，如果我们不出来，就将徐月叫去，还说要亲自见到织造局的人，还把门关上，不让小的们进去。你们先到门边守着，怎么办？听吩咐。是。这回忠诚大人、何大人和我们都算遇到克星了，干脆放一把火闯进去，连他一板斧做了。能杀他，也就不用费那么多手脚了。上面说了，他是誉王举荐的人，只有灭了人犯，把罪坐实在他身上，捅到朝廷，才能堵住誉王的嘴。他不出来，我们也不能干等着呀。再等一等，看田有禄出来说什么。哎呀，不能再等了，等到天亮，高汉文一到，我们可就什么也做不成了。实在万不得已，等到半夜，叫扮成倭寇的人杀进去。王老头，你有个老母亲，晨昏问安，还算孝顺。你有三个儿子，每天督责他们做功课，也颇尽父职，是不是？是。田县城的老母亲去世了，父亲还在。你不够孝顺，让老父亲一个人住在城南的小屋里，你却带着老婆和两个儿子住在另一所大宅子里，日子过得还不错。
这主要是家父和贱内合不来，这，哎呀，唐尊呐，您真跟明镜似的，小的们这点事情，这么快就都知道了。我头上担着天大的干系，从省里到淳安县，没有一个人是帮我的，我得弄清楚了。知道是谁在扰乱王法，和朝廷作对。有一天朝廷问起来，我也好有个话说。其实啊，官做得再大，落到底也是居家过日子。啊，谁想往死路上走啊？我也有老母亲。快70岁了，我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你们的福气比我大。哎呦，唐尊呐，您老是星宿下凡，卑职哪里能比得了您啊？没那回事，没那回事。哎，有一点，我比你们运气好，我的家人全在福建，朝廷也答应了我。我要是在淳安县被人害了，会有人把我的家人全接到北京去。唐尊呐，听说您老是誉王举荐的人，这要紧吗？当然了，这满天下谁不知道？这誉王也就是将来的皇上啊。你们想不想让自己的家人平平安安地离开淳安县？想啊。唐尊呐，救我呀。唐尊，您老是本县的唐尊，是我们的天。停！到哪里了？回高福台，已经到五石山了。那翻过五石山，就是淳安县了。高福台说的是。赶快走，天亮之前赶到淳安。下马！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吗？这人马都困了，高福台。总得让大家喘口气吧。好，那就稍歇片刻，马上赶路。天亮之前我们是赶不动了，天亮后再走吧。大家把马拴好，喂点草料，人也歇息了。好，你们歇，我一个人走。叫，哎，那可不行啊！省里安排我们护送大人，怎么能让大人一个人走呢？谁？站住！站住！总督府的人，你叫什么？
谭大人。谭大人，高大人。我们一边说话。干什么？回谭大人，小的奉命护卫高福台。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高福台要走，你们携着他不让走，这是护卫吗？大明律法，文官节制武将。你们几个聂司衙门的兵，竟敢要挟杭州知府兼亲办赈灾使。来人，在，把他们的刀都下了，看起来。走，是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一边来，快点，快点，走。你们跟着干什么？过来，请。那些人的衣服都换好了吗？回将爷，早换好了。请。请坐。制造局的。替制造局当差。本应该早去见你们的上司。出了冤狱，事关通窝的大案，脱不了身，只好屈尊请你们到这里来谈。上百条粮船，我们家老爷可离不开呀。他离不开，自然是我去见他。那小的现在就陪您去。不急，离天亮还有一个时辰，屈尊在这里再坐一坐，天亮后我和你一起去。不是说好了您老现在就去吗？没有，我们唐尊只答应去，可没答应现在就去。那你现在把我领来干什么？我你们是制造局的，按理应该我陪。我去不了县衙，只好在这里陪。那就不用了，小的还是在县衙等着。您老什么时候去啊？我什么时候随。把门锁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已经说了，我陪你到天亮，然后再去看粮船。请坐吧。哎，请吧，请吧，坐吧。怎么回事？姓海的怎么还不出来？说是海知县正跟制造局的人在谈事儿，要等到天亮以后才去粮船。那田县城和王老头呢？这话就是田县城和王老头说的。这两个狗日的，哼，反了水了，不能再等了，你们多带些人闯进去，把制造局的人给我弄出来。回爷的话，牢门从里面反锁了，撞门，撞开门再说。要是把制造局的人伤了，麻烦就大了。天都要亮了，先撞开门再说。那就先放火烧屋子，就说是报火警，撞开门，把制造局的人和姓海的架出来再行事。好办法，你们赶快准备柴火，快去。是。比喻队跟我走，你们撞开门进去架人。二位爷，牢门太结实，没有撞门的家伙。那就找根大木头柱子。可是院子里也没有。那就到外面去找，找不着就把哪个铺面门外的柱子给我砍了。明白，走。二队跟我走。
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叫人推倒吧。推倒会砸下来的。哎，没事，来人，在。哎呀！闭嘴！再喊杀了你全家，都给我上！快，用剑，轮着撞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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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！一、二、三，撞！一、二、三，快走，快走！是，来，快来。你们是哪个衙门的？干什么？回大人，县牢着大火，我们去撞门救人。县牢在哪里？就在前面不远。走，驾。走，快跟上。听我的命令，把这房子烧了，把牢门撞开，把里面所有的人给我架出来。听见没有？是。吁！走。哪里着火了？所有人站在原地，煽动者立刻抓了。是。整队，把你的人带出去。是。大人，这木头扔了。所有人跟我走。海大人在哪里？魏大人，海大人还在牢里。带我去。是。谁啊？高汉文，快开门。见到虎步堂了，虎步堂派人来了，是谭大人。海大人，失礼了，还听得住吗？副台不是也挺住了吗？你们都先退下，我有事和海大人说。是，啊是。快一点，把这些都给我抬走。是。许千户就在这院里藏着，挨着门搜索可能找到。一切听高大人的，这不关你的事。哎呀，走走吧，走。放心，我要把他字据要回来呀。谭大人的意思，你是誉王向吏部举荐的人，由你到码头上去把织造局的灯笼都摘下来，把所有的粮船都扣下。给我多少饼？要多少有多少，此话怎讲？这是总督衙门的公文，拿着它，所有的兵都归你调遣。刚峰兄，该怎么干就怎么干。